首先加温，一区不用加热，然后开二区，调到二区130度，就随便调了就。三区是150度，然后开个加热，如果温度上来，达到那个咱们设定温度以后，然后再开机。电炉。电炉的话，加热加热品的一个，二区一个，三区两个。电瓶器怎么操作？电瓶器现在不能操作是吧？现在不能，现在要开的时候吧。啊。开始。电瓶器参数尽量的不要动，备份出厂时候都给设定好了。嗯。我再上来。老师。哎。一般的开机时候达到34.5就行。合适数达到34.5。等它转温了以后，然后再开微调机。31.91。然后再从你这边加点水。加水哈？对，准备加点水。开到之前加点水。为了刚才7.0就行，要不需要打着。哎，不需要。对对，17.43，等到17.多了也要报音。然后开为了，然后再加了，可以开了不加水。按这个按两下，你看，D01D02，D02这个D02就电流，没。